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，有些弱者总是难以释怀，一心想要报复别人，在不知不觉间也活成了恶人的模样。有些强者往往能看到事情背后的原因，能真心地谅解别人，修得善心，而那些智者却能忽略一切，专注于自我，最终笑看人生。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一个人越愚蠢越爱发牢骚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巴顿将军说，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，不是站上峰顶的高度，而是跌下谷底的反弹力。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，弱者一味抱怨不断沉沦，强者沉默不言逆流而上，智者改变思维另辟蹊径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。一个人面对困境的能力，就是一个人的层次与高度。弱者抱怨，曾国藩曾说，牢骚太甚者，其后必多异色。一个人如果经常抱怨牢骚，那么人生的路一定很难走。抱怨老天，老天不答允，抱怨别人，别人不服气，怨天尤人却从不反思自己，这样的人迟早会迎来失败。《红楼梦》里贾政有个侧室叫赵姨娘，赵姨娘早年是丫鬟出身，被贾政看上，从仆人成了半个奶奶，但她为人刻薄，经常拿奶奶的架势来压人，遇事挑三窝四，搞得家宅不宁。时间久了，身边的人都不待见他，他不反思自己，反而总是抱怨别人，抱怨儿子不给自己长脸，抱怨闺女不给自己撑腰，抱怨凤姐找自己麻烦，不仅搞僵了母女关系，还搞崩了儿子的心态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罗振宇说，不要轻易抱怨，因为一旦抱怨就等于是给自己贴上了无能的标签，只有无能的水手才会责怪海风，只有无能的裁缝才会抱怨客户的体型。一个人一旦习惯抱怨，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改正自己的机会，长此以往只能破罐子破摔，一点点沉沦。王阳明创立心学之后，却被很多人污蔑为异端邪说，他的弟子为此不忿，抱怨道，他们根本不懂老师的学问就妄加评论。王阳明却说，是我们宣讲的太少了。到京城之后，王阳明开始组织讲学，宣扬心学观点，慢慢的，追随心学的读书人越来越多，逐渐形成了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局面。作家六六说，把时间花在进步上，而不是抱怨上，这就是成功的秘诀。芸芸众生，没有谁活得容易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。抱怨是一剂毒药，不仅拖累自己，还会传染他人。一旦抱怨成为习惯，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反躬察己，与其抱怨黑暗，不如提灯前行。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才能熨平生活的褶皱，把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。强者不言，作家李笑来有个朋友叫金光。金光在90年代去银行贷款做包工头，因为社会经验不足，贷出来的钱很快被骗光了，
欠的钱很多，以至于金光每日东奔西走，为还钱忙碌着。李笑来在朋友那里听说了他的遭遇，知道他日子过得很难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两人在街上遇到，找地方坐下来聊了半天。奇怪的是，金光对自己事情只字未提，只聊近来的趣事。李笑来开始不解，后来明白过来，他说了又怎样，逢人诉苦又有何用，别人又帮不上什么忙。与其增加别人的谈资，还不如放在心里，自己消化，自己承担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可与人言者五二三，自己的苦只能自己品，自己的难终究是要自己度。太宰治在《人间失格》一书里讲，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，与其如此，不如默默承受。只有弱者才会处处诉说，强者都懂得自己去扛。北宋范仲淹一岁丧父，母亲被迫改嫁，继父对他不好，家里的其他孩子整日欺负他。长大之后离家读书，他每日埋头功课，从不懈怠，甚至五年未曾脱过衣服睡觉，困了就用冷水洗脸，饿了就吃些凉粥。因为穷，很多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。面对着这样的人生，他却从没叫过苦，反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自己生活，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小子成长为宋代有名的宰相。尼采曾说，谁将声震人间，必将身子缄默。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做出一番事业的人，都曾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时光，他们不抱怨，不诉苦，憋着一口气努力生长。像在地下蛰伏三年的蝉，像庄子笔下三年不飞的鸟，蝉褪去外壳终会声震人间，鸟准备停当便会一飞冲天。酸甜苦痛是人生，百般磨难是成长，人生的所有至暗时刻都是进阶的前奏，只要挨过去，就能破茧成蝶，光芒万丈。智者改变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位禅师和孩子们玩抽签争输赢的游戏，谁输了谁就给对方买果子吃。禅师抽到了的签上写着公鸡，孩子的签上写着虫子。禅师伸开手作势前仆说，大公鸡要吃虫子，哈哈，我赢了。儿童却说，嘿嘿，我变成蝴蝶飞走了。禅师愣住了，过了一会儿他大笑说，你赢了，走，我给你买果子吃。在无法摆脱攻击的情况下，孩子选择让虫子变成蝴蝶飞走，这固然是童言无忌，却歪打正着，摆脱了困局。路随心转，境由心造。面对人生那些走不通的路，跨不过的坎儿，切莫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水随行而方圆，人随事而变通。敢于改变，善于改变，人生才能收获别样风景。明朝江南首富沈万三曾经跟随商队收购茶叶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，沈万三的货源总是被人截胡。眼看别人赚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却一无所获，沈万三计上心来，他放弃茶叶，转而收购了附近城镇所有的竹筐。商队收购完茶叶之后，需要用竹筐运走，但是却发现附近只有沈万三这里有竹筐，最终不得不用高价去沈万三那里买筐。虽然没能收购到茶叶，但是沈万三依然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的脑袋是一所最坏的监狱。
人不是被外界环境限制住的，而是被自己头脑里的思维框住的。思维里没有限制，人生才能不可阻挡。没有一条河流不拐弯就能流入大海。墙推倒了就是门，心敞开了就是路。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，唯有学会改变，才是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的良方。大作家巴尔扎克说，世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，结果完全因人而异。苦难对于天才来说是一块垫脚石，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，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结果。面对生活的苦难，不必怨天尤人，不必灰心丧气，从内心去接纳，去承担，从头脑去思考，去改变。一花凋落，荒芜不了整个春天；一星陨落，暗淡不了星空灿烂。熬过了所有的苦难，你想要的人生将不期而至。与朋友们共勉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。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